主料，黄豆30克，麦麸一勺，小麦胚芽一勺，红枣一勺，黑芝麻一勺，辅料，清水，准备时间2小时以上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红枣去核，切碎备用。黄豆事先用清水泡发，重新加入适量清水的豆浆机里，并加入泡好的黄豆，加入黑芝麻，加入红枣，再加入一勺麸麦，加入一勺小麦胚芽，放入豆浆机中打成豆浆并煮熟，倒入杯中即可饮用。烹饪技巧，如果黄豆没有泡发，豆浆机可以选择干豆功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